是能看到我的痘痘，我很难过，怎么办呢？要拿远一点是不是就看不到了？我为什么开一个直播，我就特别想跟你们分享一下我今天的经历，就是非常想让我吐槽的一个经历。谢谢。这个爪爪冰糕冰棍是什么？这是什么礼物？感觉出了很多我都不知道的礼物。这个衣服是当时我想这个衣服是什么情况？我当时去哪儿看到的？这是乐厅的衣服，然后好像逛街逛大悦城的时候，觉得衣服很好看，然后后来没忍心买，但是然后不是当时说要去拍妙有天成嘛，然后呢就，哇，谢谢你的一票，然后生日快乐。虽然我那个生日卡好像就是怎么说呢，不小心那个笔真的，我们写生猪的那个笔非常非常容易花掉。然后我这个衣服就是为了妙有天成，就是想给自己背套，就是能上镜能看的衣服买的，对。但是后来也没用上，好像后来拍那个剧的海报的时候还是什么的时候用上了，但是剧情里头没有用上。我本来今天去店员家合张要穿这个我才穿的，但是谁知道呢？因为我本来以为我就这种身体和皮肤的事情也不是能临时决定的，因为我本来就是按照我的职业素养来讲，我是想就是勉强那什么的，但是就是真的是完全干就是不行了的话情况下，我肯定不会放弃我的店员神龙的。你想化一次妆是那么多钱，然后我早化妆那就有店员钱，店员钱呢就差不多相当于大半场公演的钱，大半场公演的钱那不就相当于我今天一去我就跳了将近就是一场多的钱，我干嘛何乐不为呢？就早点化妆。但是是真的太丑了，就跟媒婆一样，这个痘长的，而且我那个时候就你们知道，我昨天和清文为了 SPA， 我们俩设计到了三点多，然后我录拉票的审查视频，然后我录到了四点，然后呢我一洗澡天一亮一出卫生间就五点了。重音吗？只有你重音还是大家都重音啊？重金。我这个糊吗？因为我刚才看到很多别人的直播间有一些画质很糊。喵，这个是什么弹幕？好高级，竟然出现在我的正中间。然后我一定要说一下我和青云的 spy 我们俩的是怎么想的，就是我提议的是换衣服，但是我们当时想的是因为清源没有穿过女装，我没有穿过男装，然后我们就换衣服。但是我也想的是就是那叫什么，就是你换完了衣服的话就其实就相当于就是两个人对调了，又没有什么意思，所以我在想的是就是女装大佬和男装大佬。谢谢。然后就是意思就是其实就是能让你们看出来，并不是说我真正变成了男的或者他真正变成女的，就是故意的那种感觉，我相信你们懂的，就不是光只换位置。嗯，我好点了。然后我不是跟那个菌菇和青云还有爸爸还有周杰毅一块去的医院吗？
对，我先跟你们说一下他的病情嘛。谢谢谢谢谢谢谢，就是周杰毅现在已经没事了，他就是好像就是哮喘发作，因为他之前因为，哎，请接我在直播，因为之前他那个之前有段时间就好了。你谁啊？我刚聊到你，你咋了？没有，你咋了？他没在，我也不知道他，我刚才回来就没见到他。你吃东西了吗？那他有把你们的外卖拿上来吗？没有。哎，我们在这儿，你要吃吗？我的外卖不知道被谁拿走了，我好难过。你要不要先吃我的吧？外卖被拿走了可还行？你放哪？你是放门卫室吗？刚才就是我不是医院回来我就点好了，然后刚才不是上课嘛，然后外卖他到了打电话没接，然后我刚打给他，他说是送到楼下是不是？那我刚去楼下是不是忘了？他说被一个小女孩拿走了，但我不知道是谁了。你点的什么东西啊？黄焖鸡米饭。那黄焖鸡肯定是很容易被拿的，因为很容易被点虫。你去那个 BJ 大群问一下。Hello。晚上好。然后就是对，给你们汇报病情，就是周杰伊，就是之前不是说哮喘，他自己已经没有再发作了很长一段时间，然后他就停药了。停药了之后呢，然后呢，没想到可能今天跳的比较卖力，或者说因为就是最近大家都很累，因为冬至要学的东西很多，然后就是可能比较累吧。然后今天又公演，又好像据我所知中午没什么人吃饭，然后我也没吃，对，我就是熬夜没吃饭，然后呢加上也没怎么喝水，然后加上皮肤也不好，然后精神也不好，所以呢我今天你们会发现我说 MC 的时候脑袋卡了很多的壳，就是我真的，其实我说 MC 的时候我特别想谢谢音乐棒，就是待在台上什么都不动，我就特别想保持一个木头人，但是我又不能那么做，所以我就尽量用我的反射神经去说话，然后现在已经好很多了。然后就是对周杰毅，现在他只要就是吃，就是他去医院之后就是他自己缓了一阵子就好了，然后他现在就吃药就行。然后青玉文的话，青玉文其实就是跟我熬夜熬的，就是他可能原来也不是特别好吧，就我和菌菇还有青玉文我们三个去都是心脏不好，他是心肌炎，我也原来得过心肌炎，然后我然后菌菇是什么，菌菇反正是也是心脏慌吧还是什么，然后好像联系到有些神经，反正他做了很多检查。然后我的话，我去的那个医院刚好是我原来因为心脏住院的医院，然后我实名 diss 那个医院一下，虽然我不告诉你们是什么医院，就那个医院，我当初住院，我给他投了，给他，我花了20000块钱进去，他今天竟然不让我挂号，说什么，就是他不是急诊分为1、2、3、4等级嘛，嫌我等级不够，就是意思就是我应该装的柔弱一点，因为我当时那个状态是可以站立说话的，然后他觉得我可能看起来没有那么脆弱，然后呢，因为我这个人就没有就特别，我就特别就没什么顾虑的，就直接去说，我说我那个感觉刚剧烈完，然后心慌的不行，然后就人家可能因为在那边人家急诊都是老头老大爷，然后可能是那种就是意识不清醒的比较多，就是那种就是要1级2级吧，就我们这种都是属于4级3、4级的这种，就是没有人家那个紧急。然后我们去了之后，我给他这个月花了20000多块钱，他连号都不给我挂，连血压都不给让我测，我就很难受了啊！谢谢你的一票。然后结果我是拿手机，最后有一个什么软件要可以花钱然后测血压才测的，就我为这个医院花了那么多钱，他不让我挂号，哇，挂号难道也不是给他送钱吗？为什么要拒绝我呢？就很难过了。然后我是因为之前那个，我有段时间因为我是那个叫什么，我不知道有没有医生哦，
我之前有过心肌炎，然后好了之后，但是我心脏一直有那个早搏和主动脉瓣反流。对，我就是比如说正常人是这么流的，我跟他们逆着流，就是反正还有一个侧动脉瓣，反正我两三个地方反流。然后当时我记得我出院之后，那个医生告诉我不要剧烈运动。但是你们现在知道我是什么情况吗？我在学校我体育课我都不带上的，但是我来这叭叭跳公演，结果跳完之后，哇，就是我感觉就是我每周的运动量就是基本上就是在公演上面。所以可能我也不知道是为什么，今天就是你没有，今天我都没有怎么做发型，然后我就是特别状态不好，因为 BFI 的前四首真的太累了，就是累到你就是并不能靠短时间就能缓回来，就是如果你那就是吃饭了喝水喝够了就还有可能缓回来，像那种熬夜的根本就缓不过来，就很难过。对，今天整个 B 队的身体都不好，我没事儿。我又不是没经，我是经历过大风大浪的人，你们不用瞎操心我。我以后真的不能熬夜了，主要是因为昨天我们想那个剧情，我不是想的我们俩换衣服，但是人物性格不变嘛。然后他想的一些套路，然后我们俩我也想了一些套路。我本来一开始是就是那个动作，我想用领带，然后呢就是。系到手上的是用领带扯下来，但是那个动作就是比较丑，就是然后我们一开始最后确定的版本其实都没有呈现出来，最后确定的版本就是那些有个动作是就是要用衣服，因为我不是外套脱了的嘛，其实不是白脱的，是因为先把我脱了之后盖上去，因为那些有些动作就是感觉就是我有点觉得太不太好，就是太我觉得会有一点过，所以我当时想的是直接用领带给它捆到之后，然后呢用衣服盖上去，然后盖完之后呢，对吧，你们就给你们脑补的空间，且我觉得我想对得起美剧一些，然后我就那什么了。但是后来就是怎么说呢，就是那个衣服不太容易，就是不安定因素，然后再者就是那领带，扯领带的话，因为就是你在套手上你再一拉就是很费时间，就卡不好那个音乐。对，反正希望吧，就下次如果还有机会跟他跳，就是能把这个版本跳再好一点，因为这次没有，就是很多细节是我慌了，就是我反攻的那一刻我自己慌了，大脑一片空白，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对，就这种情况。因为你想我盖上去之后，对吧，就是给你们脑补的空间，然后这样我也对得起美剧，要不然的话总感觉我跟趁虚而入的一样，就是被自己所不齿，你知道吧，就这种人。然后我刚才就是特意去 B 站搜了一下录播，我看一个标题打扰了，离异富婆，哇，虽然我确实扮演的是一个类似于小奶狗的角色，但是我觉得我跳出了自己的帅气。但是为什么屏幕人还屏我看弹幕还是说有人想我明明很帅了好吗，你没有看我拽拽帅帅的，哼，很难过。然后我看起来就那么没钱吗？就那个外套很像中山装，然后就真的很像司机，一点都不衬托出我的。本来这个设定就是一个富二代和美女间谍的故事，为什么我会演成一个司机啊？我就很搞不懂。帅八是什么？你把那个八字给我去掉。那我全程都很瘦。你去牵着，那也算演到精髓了。其实我本来不太想就是一味的瘦的，你知道吗？你知道吗？然后我们反复手就使劲了演出抓痕的感觉，就是也不是说演吧，就是看不惯他了。你为什么要撩我？我不能撩你吗？出于就是女生中就是那种就什么撩人
就是撩的一些什么竞争心还是什么，也不能这么说，就是哎也说不清楚，这种东西谁说得清楚的。多尝试帅气一点，我也想尝试帅气一点，但是我每次我一尝试除了可爱风之外的他们都小，那你教我怎么办吗？很悲哀，对，我真的很悲哀之人。然后我最近爱上了星巴克的热巧克力，好像它养胃，而且就是怎么感觉就是我比较容易低血糖，就喝这个感觉就会好很多。对啊，我也觉得我今天跳得很帅，不过没关系，我们不是还欠着你们男装公演的吗？其实之前本来定的男装公演的时间就是挺近的了，但是最近有人要忙演播厅，有人要出外，我不知道，他们今天不刚从那个就是总选的启动仪式回来嘛，就是太累了，因为冬至的歌你要学新的嘛，对吧？嗯，红茶呀，我喝了个红茶想吐，不知道为什么。就我们男生公园本来定的特别早，但是没有时间准备，而且审批什么的都要时间。冬至新歌多吗？4首。哎呦，你这边光不行，那边会把我的痘痘给照出来，所以我选择这边暗面。这热巧已经变凉巧了，我现在已经深深爱上了星巴克的那个，我原来特别讨厌星巴克，因为星巴克里我没有我爱喝的东西，除了星冰乐，星冰乐我其实也觉得不好喝，但我觉得就是相对于其他而言会好喝一点，但是我喝了热巧之后，我发现热巧比星冰乐好喝。谢谢你的应援棒，这位同学。所以为什么要笑呢？就不能给我一个面子吗？然后批评我，你来批评我吧，来说出你的见解。两个人声音重进一下，是不是有重音啊？重进一下下，是所有人都重音了吗？好像是重搞一下就好了。你们有重音的重新搞，谢谢音乐吗？是重进一下还是没有关东西，我也不太清楚。嗯，我对着自己，我对你们好就行了，我对自己尽量好。还是两个声音啊，因为我还很年轻，我是 B 队的忙内，我还在青春期，我还在生长发育阶段，所以我会冒痘。就今天击掌的时候，我听到的最多的一句话并不是辛苦，而是哎呦你这痘儿不错呀，哎呦你这痘儿咋回事，哎呦你这痘儿怎么像没坨，哎你这个痘儿，哎呦口那个牙齿有口红，哎呦。你知道吗，今天要不是小熊在那个我们击掌前提醒我，我就是要我就非常没有偶像包袱的，就感觉我的鼻涕都要飞出来了，跟你们击掌，还好他提醒我了。爸爸爸爸爸，我真的也今天跳到鼻涕要飞出去了，你期待吧。那我刚才回来之后脑子特别懵，我在医院的时候我的脑子还没有这么疼，一回中心跳了一首冬至的歌我就开始脑子疼，不知道为什么。年冬至，就今天 MC 没有说好，反思一下自己，就每次都不能用那种，就是你看，就是要做到那种，即使身体不舒服也要说好 MC 的地步，就还没有达到这个境界吧。
我就对你们好，你们管我对自己好不好，我对你们好就够了，挺好玩的。MC 表情，我立志做一个表情表那个表情包大人。东芝是一个特殊公演，然后东芝是一个赞助商，这个赞助商爸爸来自于日本，对，好像是一个产品，具体的我也不太清楚。我今天全程头发都是就处于一个凌乱的状态，你们知道吧？我觉得既然你们说我要对自己好一点，那我吃个晚饭吧，不要再说什么不要让我吃播的问题，你们这一天让我吃个晚饭啊。我原本以为今天上座率不好呢，因为小牛奶和玄辉两个人都不在，但是上座率比我想象的要好。你们知道我们为什么一开始要上 M 就是第三个最后一个 MC 我要上第二组吗？一是因为当时谢谢你的礼物，因为当时一开始是确实是身体不太舒服，还有就是我想跟青宇文，我们俩本来已经聊好了，就是已经提前说好了要谈什么，就是我们俩先把场子给热起来嘛。但是我们俩一下去之后，我们俩身体都不舒服，他就你们也懂的，就胃啊，还有是那个也是不太舒服，然后我也是不舒服，然后我们俩最后上去之后就互相看了一眼对方，啊，知道了，就是他脑壳也不在那个，就是都在身体上了，我的心重心也都在身体上了。哇，谢谢你们的礼物和一票，喜欢我还照相了。我最后从医院回来之后，我又去了一趟油塘，然后去了回的话会拿东西，拿东西的时候我还照了一张易拉宝。对，今天女方的扣声相当之洪亮，让我体验了150场以来我听到的我最大的女生扣，太感动了，厉害了。青总现在又在房间休息呢，如果他没有直播什么的，他应该就真的在休息了。好像他刚才回来就去了，然后我就去教室，他可能实在不舒服，我就去教室。啊，这冬至这四首歌真的磨死人了。因为我们这直播有美颜呀，所以你会觉得还好。但是你看我，你要是来现场看，就会觉得我皮肤一点都不好，因为我自己都觉得不好。应该喜欢听女犯扣，因为我男犯多女生少啊，我女犯的人数我一个手指头一只手都能数出来，然后呢还不包括那种就是不怎么来的，就是没有常来的那更少了。对的，有四首歌，就是会把BF 的有些歌给踢掉，我的成员票给小钱。还用说吗？谁女犯多啊？我想想，青文女犯挺多的，据我所知。然后，那个还有一些铁扣女犯也多，就是这种属性的你们都懂。他俩其实某些属性有点像，但也不一样。我就不是那种属性，也没办法。我觉得弟弟弟应该男女比例差不多，虽然。装作一副自己很了解人家的样子，其实并不了解。握手，因为可能我们对推多吧，就是很多女犯我都知道他们是推谁的，然后就是来关心一下十四姐。啥叫体型不行？哇，我体型没那么打扰了吧？哎，你们知道吗？哎呦！你们看我这个膝盖好吧，你们好像看不到。对，我今天就哇这里头哇我就抽筋啊，抽筋了啊，我的妈，抬一下就抽筋了，就是你们看到了吧，五个红点点。我昨天晚上排练加今天彩排了3-4遍，就这样了。你说小奶平时得多难受啊，他一个人，然后后来给他买了护膝，就是真的太疼了，就是难为跪下的时候太疼了。
真的很疼，你们要心疼呀，小牛奶。我今天就跳了一次难位，练了练就成这样了，就整个是肿的。有小牛奶粉丝就是，没事可以给他买点什么跌打。嗯，谢谢。这什么礼物啊？怎么那么多乐高？怎么唱了他们那歌？拉票歌叫什么？爸爸，请你给我投一票就好吗？我也来一票，是这个吗？哦，我能看到特效啊。真的太伤那个什么了，就是以后如果你们觉得你们就是，我建议就是小奶奶到时候最后那个动作可以不用每次就是都是跪着的，因为真的很疼，而且像今天就那个动作，你们知道那个动作，哇，绝了，真的绝了。我在想，我们成员刮的票能分0.1吗？还是只能一整票啊？然后没关系，他现在给他买了护膝，但我不知道那护膝好不好使。不要谈的成美杜莎了。晚上这么早睡，好吧，也不早了。我不分票，我是要拉票好吗？就是不光要拉你们的票，我还要拉成员的票。今天李希哥在出事就跟我说，你要不要表示一下？我说你表示什么？你要不然就是说给他，就是我在他面前给我自己拉票，他能不能分我一点儿？就是我们现在已经开始，就是不开始。不止拉你们的票了，我们还要拉成员之间的票。考验交情的时候到了，考验交情还是成员瓜的时候到了。我这个人稳的不行，我一整票都给小钱。你看，一共300个成员，如果你就是。你的声望，如果比如说有250个成员喜欢你，那你就多了250票。250票什么概念？250票一票，我们啊就按便宜的价走吧。便宜价据我所知应该是，35或者更低。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就按35走。35走的话，乘以。250票是多少钱，对吧？也挺多的了，也是白嫖大佬了。32点多，32点多好像是我知道的最便宜的价格，有32点多的。身为一个资深的狙击，这些还是要知道的。35不贵啊，单票才最贵，35不是大盘的价钱吗？那必须，行情这种东西，对吧？反正现在肯定不值嘛。你们要就是想投票的话，肯定不现在收啊，肯定得过段时间，对吧，老哥们？饺子嘛，你看我的表情，对吧？我们晚点再收，好不好？口袋的票没有那个切盘来的划算呀，口袋票真的不划算。那必须，不要小看我好吗？我也是何琳，潜水湾好吗？潜水湾继续好吗？我潜水班，哎，不聊了，对吧？怕晒到你们。
10万票怎么分啊？其实我有很多个方案，你要给我10万票的话，一时间想不起来，但是想想，就是给我自己留一个能进圈的票数，然后其余的我应该会分。肯定要分给小钱，然后要我们队每个人都要分，然后呢具体的票数要根据他们在我的心里的地位和平时待我如何就是分嘛。但是我就是我希望我的票能利用的最大化，就是把我们队每个人都能投进圈，然后我就是能保证自己进圈，安全进圈就行。对，10万票，我想想，全队进圈不够哎，怎么办？他就有取舍了，这时候就要考验平时交情的时候到了。想一想都不行了，这年头投不起票，想想都不行了吗？对啊，10万也不够分。10万票，我想想能送几个人进去？我想想，我预估一下今年进圈的票数，提不着我自己是什么数据党的样子。我想想，我觉得10万票能送。就是如果不算其他散票的话，其实根本能送也就6个人，我觉得也就6个人。其实有的时候6个人都不一样，因为就是如果你就是不算其他散票的话，5个人6个人，今年肯定还得涨5个，我觉得5个差不多。火箭口袋哪有火箭啊，老哥？开课了，开课了。张嘴一副很厉害的样子。不，我是什么都，我什么都不会算的，我只是听自己鬼扯。就是特效火箭，火箭是要充值多少鸡腿还是什么？怎么我忘了？因为我忘了，反正之前不是也有那个什么吗？我真的很想当一次粉丝的，我退团之后肯定会当粉丝的，就是我不是那种，比如说退团之后就是进入到自己的工作圈子，我就不会去管河内的事，我肯定是，就是我也不是那种网上会关注，我肯定是要自己亲身去经历一些当时自己在偶像期间就是做不了的那些体验，看公演什么的。对啊，今天也是粉丝。但其实就是你这么想，我进团前是粉丝，进团之后也是粉丝，但是其实就是你的粉丝就是一些合理的东西，就是你进团前和进团后的感受会完全不一样，因为你的立场不一样了。但是呢，我因为之前也站在过粉丝的立场去细语看待一些事情，所以以后你站在小偶像的角度再去看待的话，你会并不会说就是完全以自己的立场去看待东西。你比如说就比如左选这件事情，我虽然有其实有你不能说就是很就是所有成员都很喜欢左选，对吧？这不可能。就但我有的时候也会去站在粉丝角度，他们但是哎。就你们懂的，就是我考虑问题，我其实有的时候不会说光从自己是小偶像的角度去考虑一些事情。不啊，小千还年轻。哎，反正我看事情会有双面性哎。孙山，没有，我看孙山现在翻一粒一翻的挺开心的，我被他安利，我就看他的安利，你知道吗？然后我看他安利，我就认识了很多人。排完了，我是排完了才开的直播的。其实本来不太想开直播，因为我那个之前特别特别难受。然后刚才排练完之后，明天早上10点钟还要起来排练，虽然明天是晚场的公演嘛。
哎呦，我的鱼蛋吃不了了，你们有谁想吃鱼蛋吗？米芝莲的。哇，谢谢。不是那个陈意涵，哎，有很多个陈，有不有？排练呀，我们都排完了。林没事，林夕和不用排，他去排他生日过年东西就谢天谢地了。爱情的，爱情的子弹刺手，烫进住了心尖。我觉得我们应该没有完全不关注101的人了吧？现在，而且是翻这个偶像这个圈子很少。切，嫌弃我还有鸡蛋仔呢。这就是我的晚饭了。其实本来是想点点养胃那种汤饭的，但是汤饭关门了。我想吃那个三鲜香菇滑鸡的汤饭，很好吃。那真的是稀有生物了，完全不管用。对吧？我的想法是不是特别好？那青春想的那些套路也很厉害的。这是我们俩共同的心血，但是其实我没有表演好，我感觉我有点拖他的后腿。还有心梦也不听，补给包空投啊！这画的怎么那么像空投啊？我知道你这是在测试礼物吧？我还怀疑你在测试礼物特效。好的，我觉得我哎，请进，开直播啦！浪费死我，死他就是他，死他！我的小花儿，你卸妆了？没有，你咋了？我发现我屋子里，不要照我，就算我好看也不要照我，我把你一刀劈了。嗯，我看一眼吧。嗯，哎呦，我以为军哥在，军哥不在。你怎么感觉有点好暗啊？暗还有鱼蛋，吃吧。鱼蛋，咖喱鱼蛋。我刚点的米芝莲。嗯。对，那你们几点回的北京？7点多一点点到的。啊，我回来好快的。你说为了一首歌跑上海去，哎，他很累的。嗯。我错过了跳你奢侈风度的绝佳机会，快点，我们来赶紧约一下。嗯，就是，我想想，你或者你想再跳几次你就跳。我们今天起很早，然后在5点就醒了，哦不，4点多醒了，然后5点挣扎到了5点起床。你们是潜进去的吧？嗯。对吧？是潜进的，我想，好像是。我没有，主要是因为之前他们那个，我觉得很好，是我觉得动作了不太，因为他们要先跳完原版人版，要先跳完新版的改编之后才能。二俊，今天看了你的磁带，你看了？我在出租车上看的时候，天哪！你知道我们俩为了那个昨天想了半天，就是吧，就是最后那个是比较就是没那么过，但是也就是有一点过，然后其实一开始你知道，就是我们那块是想用，我告诉你，一开始想用领带绑着手的，但是那个动作太繁琐了。你们是不是有一些动作？我还想把那个，还想把西装盖到两个人头上那样子。哎呦我嘞，有一些动作就是做的可能没那么连顺，但是我看的时候，他把你衣服脱下那一瞬间，我觉得你好可怜。可怜是什么？我说张博文好可怜。你等我看你那么瘦小的一个孩子就要被欺负了。我发现真的，你跟我弟似的脱下来衣服之后，我的天哪，就是个小孩子，一个小男孩，那么小一点儿，哎，好难过呀！谢谢，太为难你了，你滚吧！你知道我看奶包 spy 的时候，我的想法是什么？你想法是什么？你有什么想法？你有什么龌龊的想法？那个时间，我跟你想法一样，那个时候我就是突然觉得你长大了。你有一种长大的感觉。不要说话。
啊，我都没有试东芝公园的衣服，好穿吗？哦，我也没试。嗯，再说吧，不管了。哎，希望明天可以过一个好日子。谁在说？你不要提那两个字，小慧现在对那两个字非常的敏感。什么大拒绝？冬至的综艺，哦对，冬至综艺不是明天现场播吗？嗯，没有天出应该是吧。小慧为了那个综艺可拼了，妈哟，真的太拼了，没见过这么实诚的孩子。就别人都是哎呦，你别在那套路。好，我打住，你们明天现场去看吧。现场我不知道能不能看到，我只是很害怕，我真的。哎，你说万一你这么拼命还没剪进去，嫌你丑没给你剪进去，真的那就太悲哀了。我都不知道该是开心还是难过了。他把我丑的地方剪掉，那我是开心还是难过？嗯，我要你看现在口袋可以投票了啊？是吗？嗯，你看那个货票，哇，今天开的。哦，对，今天不是那个什么吗？嗯、对啊，开中选启动仪式。今天是周几？周六。明天就周日。Yes。我的天哪！你要不要晚上公演？你要不要拿点吃的？我感觉不够，你要不拿走点？可以了。我没有胃口。拜拜。拜拜，你有看到林夕盒吗？你有看到林夕盒吗？没有，我走了，拜拜。拜拜。后面扇子是谁啊？你看他旁边签名是谁？他扇子上就是谁。可以投啊，你投不了票，我觉得你就是余额不足。对。夏天开始啦，中学开始啦。扫票好麻烦啊，就是如果拆牌扫票的话，一张一张扫是不是很累啊？一堆灯只有不，我 iPad 被我摔坏了，我看不了，因为它出不了声音。上次洗澡看开看某某就是演唱会的时候，然后因为太过激动，啪一打到 iPad， 啪屏幕直接着地，啪嗒咔嚓，然后屏幕没裂，就是出不了声音了。这个 iPad， 哎呦，我跟你们讲，我这 iPad 老厉害了，初代第二个就是大的那种，现在还存活着，简直是珍惜物种啊。不对，不应该8月适合入坑，应该是年今年7月28对吧？总选的7月29肯定有握手会，我们7月29号入坑对吧？直接就是装作一副自己参与了夏天的感觉去握手会，要我就会这么干。8月入坑晚了，我们7月29号入坑。总选不建议得见。早晚都得见，还不如早见。芝麻橘橘芝麻橘橘芝麻，为我自己鼓掌。哎呦，我真的吃不了了，有没有人有兴趣见咱？本来想吃奥利奥味的，我觉得我很悲哀，在优糖，哟，没电了，麻油。完了，哟，别会儿突然关了，我不应该不会这么命苦吧 ？OK， 我这个线特别长，这个时候就显示到这个线，但是这个线立不住呀，然后搞一个东西。哦，就在这个方位才能看不到我的痘痘。很怕那种就是直播值一半，就是
就是怎么说，突然关机，就是不会，就是会很影响我的心情，就是不止影响你们，我的心情都会很难受。对，续命了，真的，这此时此刻我的充电线就是续命一般的存在。第一，没关系，我谁的直播都看，怕他偷看。他每次直播，其实我每次都会看，但是说不说话就是我愿不愿意说了。哇，这位弹幕的同学，你刺激到我了，好想笑的脸，我的脸是有多么的好笑，明明，哇，你是有多想笑，我特别想听你。这位同学，你就是特别期待总有我时候见到你，对吧？我特别想让你给我当面解释一下，当面看着我，我看你怎么笑得出来。恐怕你在笑的之前就会被我的美颜所震惊，对。真的好笑个鬼。哇，我鼻尖好玩那几句，那是拼了我嗓子，这粗犷的嗓子老命在那嗲了唱。我们一起寻找，一起分享，一起超游蔚蓝色海洋，南极北极磁场指南针的方向，就是要去的地方。妈呀，你知道吗，你能听到这反差吧，就我平常说话是这种嗓音，然后就那种歌就应该要嗲一点，对吧，做作一点。要去的地方符合意境好吗，我们要符合意境，有的时候刻意做作并不是就是为了迎合这首歌的中心思想以及意境，所以我觉得就并不会说嗲就一定是很恶心的，对吧。爱与前方我们一直都是开麦的呀，而且今天开的特别明显。小花唱的是慢慢吧，他是宣传费的。我告诉你们，我不是高三要毕业了嘛，然后我们班就给你们讲特别神奇，就是我们班就是，然后我们不是动漫游戏专业嘛，然后我们班的宣传片就是毕业，不是呸，什么宣传片，毕业纪录片的特效公司和我们 Beer Fighter 的宣传片的特效公司是一样，就是我们那个同学特别厉害，他找到了我们公司找用那个宣传片特效的，然后就是发现我毕业纪录片的那个特效全都是不死鸟，然后呢他当时还说要把我宣传片的镜头剪进去，我一想我宣传片没什么镜头，难道就那一句段璇我们发现了一个可疑的人，我也没什么好剪的，然后就真的就是那个，我觉得处理之后我也没有什么镜头啦，段璇我们发现了一个可疑的人，也就这个了。然后你想就人家都是，我们都是走那种青春风格，然后呢就是哎呀看看书还原一下校园，憧憬一下未来，然后憧憬一下就是什么的，哇突然给我来一句就是跨越年代感的装扮，段璇我们发现了一个可疑的人，然后人家都是穿的校服青春洋溢的在校园里头挥洒着青春汗水，我的段璇然后穿的奇形怪状的，哇那一想绝对的，我天很就出戏的不行，就是真的没想到特效公司是一家，然后呢我后来看了他就是还出了个预告版，就我们那个宣传片有18分钟，出了个3分钟预告版发到我们班群里头，然后我看了一眼，把我生日公演的那场笨的镜头剪进去了，然后还把那个，因为特别巧，我那个就是我那个做就是宣传片的同学，他第一次去万康公演就是我的生日公演，就是说到这个的时候我就心情有点复杂了，因为当时呢我14姐本来以为自己很红很虚红，哪怕是虚红，因为我当时发现我的官网卖票信息当时连站票都没有了，可惜当我出来的那一刻看呸，当我 b
Be a Fat 那首歌出来的那一刹那，好吧，我知道了，黄牛真的是太厉害了，对，给我一种这种错觉，就是当时我的内心世界非常的复杂，然后呢，然后我没有想到，然后他，我不知道他怎么收的票，因为他应该肯定不可能实名认证什么那些，因为实名场嘛，他也肯定没有时间去收那个什么的，我也不知道他为什么第一场看的就是我的生日公演，就很尴尬，但是他又没来机长，我因为我跟那个同学没有那么熟，男生很矮，然后就是他可能都没有来机长，就觉得很尴尬吧，因为平时在班里都是那种就是会说话但是不是很熟的那种人。而且我今天很难过的是，我今天跟我们就是后来才相逢的男生聊天，然后他告诉我，他问我你第一年是不是没有来上学，我想说我高一的时候才是我每天去上学的，然后高二就开始中心就偏移到这边，就唉，是吧，这我也觉得这个衣服很好看，但是其实这个衣服有点啊，不是中专，我没高考，我是走的大专升本科，我们再开到11:00我就关了吧，就听你们的话，好好对待一下自己，然后早点睡觉，洗澡去。对，说到这个，我就要让你们来评评我今天的鞋了。你们觉得这个鞋丑吗？我觉得很可爱耶，你们不觉得它很配我这个衣服吗？虽然它有点年代感，但是我觉得很戳萌点，你们不觉得吗？这个小红头。本来我是也是想配凉鞋的，因为这种衣服就是很淑女的风格，想配凉鞋，但是我觉得这个红头很戳中我的萌点，你们不会觉得很配吗？哇，我给你们讲的这个来历是刘贤送我的第一件服饰类的服饰，就是算上就是他送我的第一个就是穿的东西，对，你们没想到他是来自于奶父吧，万万想不到吧，万万想不到啊，但是我很悲催的告诉你们，事实就是这个样子，真的是老刘送的，他当时可能是嫌弃的一双鞋，但是这双鞋练舞的时候巨舒服，就跟穿拖鞋一样。我真觉得这鞋很配我这个衣服啊。我爸。你们知道为什么我们现在很多人来上公演，就是你们会发现大家的鞋从一开始的运动鞋、帆布鞋变成了后来的凉鞋，然后呢便携凉鞋，然后再到最后的室外拖鞋，你们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每次为了就是我们你也知道一场公演换很多双鞋，然后呢换到最后之后，哇，我就不说了，具体我就不说了，就是穿室外拖鞋会就是反正就很爽嘛，因为跳完之后那个脚都很勒，之后呢穿拖鞋就会很感觉要解放了一样的感觉，对。哇，谢谢你的酒票。那跳车，我上次跳车就没有穿鞋啊，我记得去年，对，去年9票是飞机，1票就是纸飞机，然后99票是火箭。怎么今年还没有更新？可能人家重就是什么重点转移了吧？什么我要？去年说什么东西？这鱼蛋我这凉的好不好吃啊？我以为它那种加汤的那种，但是它外头都没有加汤。99票特效，我告诉你，我现在手机里还存了一张截图，是去年有人给我投99票的时候，那个口袋出 bug 了，然后我的那个房间显示的是，谁给您投9999票，这个截图我到现在都留着，就是卡住了，你们知道吗？
就是谁谁谁给你投了9999票，他是99票，但是他可能就是不知道怎么回事乱码还是怎么着，就这个图我到现在留着，我会留到我退团的，就是我毕业的时候，一会儿发给你们看。哇，这是真的非常有纪念性意义的一次卡 bug。 半票半票，不知道怎么卡了。那你要是真的，妈呀，那我不是坐等起飞的。我觉得我现在笑越来越像段奕宏，就很难过。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跟他可能跟他剧组那段时间待多了，那段时间笑的也特别疯狂。没有看《秘密森林》，我看了《秘密花园》。不对，我没有看《秘密花园》，我今天看小牛奶和刘雪，呸，小牛奶和胡小慧跳了一下《秘密花园》的舞，我觉得那个舞很魔性。因为他们今天不是在启动上看跳了吗？但是我没有看 MV 的，好像是今天才出，没时间看，累了。卡出过9999.99，哇，厉害了，对吧？真的很像段奕宏，他还不承认。我就想说，如果公司真的出了9999的那个选项的话，真的会有人投吗？就要是我，我就是那种要我啊。就是身为一个正常的粉丝，现在就先不理解我，如果是我会怎么做？如果要我是一个就是不是我的正常粉丝的话，我肯定是会分着投。就是比如说像小小一直播，我先丢一个99票，对吧？然后下面哇大佬哇稳了哇谁谁出就是不一样，对吧？然后呢起完哄之后呢，然后等到那差不多聊，然后呢中间高潮过或者结尾高潮再丢一个哇。稳的不行，什么什么什么的，然后呢，然后我要是我那种的话，就是那种我觉得正常的应该是心态都是那种刷存在的，就是每次直播都丢一眼，我不会一次性丢掉，因为一次性丢掉之后，你信的人，你就是你信的人只是那个在直播间的那些人，但是呢，你要是每次直播都丢一个99票，对吧？那知道人就多了去了。我好像教这个不太好。好，什么都没有聊，你们什么都没有听见，对，就这样，呸，要懂时机懂吗，老哥们？我觉得我太懂了也不太好哈，就你们都没有面子，就每次我一看到一些操作，就是心里内心想法，说的跟我没有想过一样。对，你们什么都没有听到。苏豹什么时候？苏豹对，林夕和拉票，呸！哦，拉票，哎呦，拉票，哎呦，对我音乐还没给呢，一会儿给一下音乐。我告诉你们，我现在面对一个可能拉票非常严峻的问题，我就先不跟你们说，就如果解决的话就不跟你们说了，不解决的话，就拉票就。哎，有点状况，不是有一点状况，是有一点大状况。哎，难过。就是没事儿，我就不跟你们说了。要是有事儿，我会提前给你们打个招呼。这个拉票就说松手凉凉给自己。管运营啊，那我觉得你不应该找我管。如果你开偶像公司的话，因为你看我毕竟是一个小偶像出身嘛，就我运营的话肯定会偏向小偶像一点，但是身为一个公司，站在一个公司的立场，就是你不能就是对吧，你要协调一些小偶像和公司利益之间的东西，就你要找我当运营的话，我可能就毕竟是有小偶像出身嘛，就是会偏成员多一点，但是就是可能公司的利益会被我放到第二位，但其实这对于公司来讲运营就是不太好的。哎呀，怎么突然聊到了这个，跑偏了。我拉票，我们队做一个，我跟我们队第二倒数第二个一起拉票。
像控台，对，我也想当控台。我看中台有很多宝宝都切镜头什么的，我和段长长的也说想尝试，我也想尝试一下切镜头。而且我就特别在想，那个公演的镜头难道不能就是那种拉伸吗？就每次都是直接切，我就是想有那种拉伸的感觉，就是比如说从半身变全身，就是那种逐渐拉，而不是一个定格。可能是设备不一样吧，我也不太懂。啊，累了，缺氧。可能是设备限制问题吧，不太懂，也不是专业的。但其实我即将升入的那个学院，它是有摄影专业的，就是我是可以选择的，你们帮我选择，我还没有想好。就是它有几个发展方向啊，你们帮我挑一挑。一个是素描，就是相当于以后就是写稿，就画稿子，就是做动画那些初稿、人物设定什么的那些东西，你们也知道，或者熟绘什么的，这种是一个方向，一个大方向。还有一个方向是，就是后期你们知道，就是我们有做 AEPR， 然后也有修音什么的，其实也有修音，什么修音、剪辑，然后特效，然后 Flash， 然后这是一个方向。然后还有一个方向就是摄影。摄影方向就是你们懂的，就是摄影嘛，具体的就不懂什么的分镜头那些东西要学。还有一个东西就是，好像那学校我之前去的时候说有导演系，就是剧本导演那个方向也有一个方向。因为我真的我因为这边就是课都没有什么，就是出勤率太低了，就是很多都跟不上。我到时候去那就，我到那个学校，我肯定不可能再就是不好学了。别做技术啊，太累。我其实个人不，有点想做后期，因为我其实还蛮喜欢去把自己一些槽点，就是配上一些文字，还有一些就是东西呈现出来。其实我各方面如果就是相对而言拿得出手一点的，我觉得就是素描。我可能就是只能说就是成绩来讲，素描可能比其他的课要高一点。但是我其实并不喜欢素描，也不是并不喜欢，因为我不适合素描。就是你们懂，一个你让强迫症的人去画画是一件非常非常难为他的事情。林夕和就是实现了这一点，他是个强迫症，但是他选择了。就是工程要画图嘛，因为就我你们也知道我说很多遍了，我就是画东西都是要就是没有，比如说没有尺子的话，画一条直线，我要擦，就是擦可能要擦十多遍，我就是必须要给它画直，就是画的能看起来跟一个尺子比的一样，但其实是我自己画的。就是我画画是那种很死板的人，我会很追求那些规规整整的东西，所以就素描这种东西就像比如说别人画一份速写素描要就那么短时间，但是我要画的时间比他长，就很累很累，真的很累，就是精神，就不是不光手累，精神也累。其实都懂一点比较好，我已经想好了，我们当时也会有学修音什么的，实在不行我就后期这条路可以，然后 PS 给到时候肖像出身嘛， P 工作照什么的 P 哪都清楚，到时候直接上手，然后要不然就是做后期什么团综啊什么队综啊，对吧，剪辑搞一搞，然后呢对吧，毕竟我们也有经验，到时候搞一搞也懂他们的想法是哪样，就直接弄反正透的其实还挺多的，这么一想那我就不知道到时候公司收不收我。哎，我很累，实在不行我觉得其实剧场不是一件最最最轻松的事情了，就是我感觉啊，我每次感觉剧场不还挺好玩的，就是没有那么忙，就是可能是我没看到他们忙的时候吧，就是没那么忙相对而言。因为你像就是你不管是做后期还是摄影还是什么，一到总演天你拍证件你要拍很多人，然后以后人越来越多，然后你直接要拍什么个人的生日 PV 也很费时间。唉，好，我马上关。
七分钟我关，我要升一个强迫症要卡点了，11:11关，不关不是人。之前我同学还问我，你们公司有没有要招聘的？就我也看到了，摄影啊，那你肯定是摄影啊。明天冬至，啊，我不懂为什么冬至要安排到周日晚上。冬至是实名还是非实名啊？实名吗？实名的话，周日晚上那不会不会有点惨？会不会很惨？华为 P20，我原来用的是华为手机，但后来好像是什么原因换了，忘了，反正我用换了。那周日晚上真的很难受了，就不懂。我其实到现在我都不知道他换的是我们公演的哪几首歌，就是如果比如说像最后一趴肯定是好像有换歌的，如果像那种最后一趴都是原先的歌曲的话，你们就是可以最后一趴就是听完 MC 要不然那首改的话就直接最后一趴不听就直接走了，但是好像最后一趴有换歌，就是你们要是想看所有的新歌可能估计就得看完，看完的话就周日晚上就不太友好。累了。其实我们本来之前想的是跟那个就是我们去重庆巡演的一样，就平时场也要加人口的，但是现实这个东西真的唉难过，让人很难过。没电了，充电宝，那个插头拔起，掉起。啊，谢谢，谢谢你的纸飞机的一票。因为，哎。下午场今天还好，今天我记得结束的时候4:30，差不多刚刚好的样子。没办法，因为北京，因为确实要最近的政策不光是因为这个，各大直播平台的其实都有限制了，就是像什么斗鱼啊、战情呀、啊，就是什么。就是不止那些哔哩哔哩啊什么的，就是都会有很多限制，就政策问题，没办法，这个不是我们能决定的事情。还有熊猫什么的。哦，纸飞机是一票，然后呢分等的。你看他们跳什么呀？我昨天晚上麻球他们也练得很晚，麻球和傅艺轩还有高蔚然他们三个在教室里头。然后呢，我本来麻球说他非常说不熟，我说哎，我们是吧的跳过呀，我教你吧。然后说行，结果发现我们俩从头到尾除了副歌动作完全不一样，就很悲哀。本来特别指望我说哎行行，你带我呗，结果发现凉。确实先是对晚场的会好很多。你们有没有什么想听的歌啊，就明天期待的歌，我看你们有没有人猜对。哎，
明天冬至特殊公演的歌。TBC 是啥呀？ TBC 是什么呀？我听过这个，但是我忘了 TBC 是什么。啊 ，To be continue。哎 ，continue 是不是少了个 D？To be c o n u i。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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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噔太阳慢慢露出彩虹，彩虹照射出了一道彩虹。喂，什么词？哦，一百米便利店，我可喜欢一百米便利店的前奏了。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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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跟我喜欢摩天楼的开头一样，就是我觉得这种歌的前奏很。非常带感，就是一首歌前奏会影响我对这首歌的感情，就是看就我就跳特别爽。十一了，那我关了。好，Yeah， 我要去洗澡了，各位拜拜。明天都足够认真，我明天早上还要排练，所以现在我赶紧去洗澡了。好 ，Everybody say goodbye， say goodbye， oh yeah，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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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 yo yo， check now， Johnny。拜拜。我这个包我很绝望，明天怎么办呀？你们明天不许有人再说我这个包了。丑到不丑到上公演都很难受。怎么关？谢谢你的姻缘棒，最后一个姻缘棒，拜拜。不要停，你们装作没有看见。